中国我所采取方。思想楼时，我对那个国家、那片土地、那个族群的怨恨少了，挨得头脑，只慢慢改去与那里的牵绊，一般是自嘲苦气，一般是强加于我。那里的苦难使悲剧失去了价值，那里的喜剧疯癫得不成人样。每个朝代都是一个犯罪集团，却还期待好人与好王朝的到来，不是天真就是病态，无药可救，没有奇方。有时我想，即便上帝为他们下跪祈祷，上帝也会沉默坠于地狱深渊。